来来，谢谢。不会不会，还能要还能要。这是真的是六七年的。来，现场所有台南的好朋友们以及线上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午安。哇，太开心了。子玉，我觉得今天对于不管是现场的观众也好，线上的观众也好，以及我们两个也好，都是非常激动而且感动的一天。我相信大家一定想说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觉得特别激动？其实跟大家报告，我们两个对于台南都有非常特别的渊源。我们从在台南住比较久的鼎立开始来分享吧。好，没有错，我个人在台南应该是住了这个20几年了。好，20几年，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，后来长大了之后才北漂到台北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再次给台南人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在我心中，我非常非常的热爱这一块孕育我的土地。对于我来说，台南的特质是什么？有人情味啊！当谢谢大家。当我们没有组织啊，就是我在每个地方都会到处的寻找台南人，来寻找怀念中的人情味。我必须说，台南的人情味真的很独特，它有它独特的温暖的一面，而且我相信这一面，子宇应该也很有感。没错，我要跟大家报告，今天在这个台上有1.5个台南人。在这里，我是林天。这么说，不瞒各位讲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出国念书，念书啊，所以就很可能会觉得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。跟大家报告，我们成功大学。哇，我们成大的学子啦。没错，那就是因为念成功大学哈，大概今天才如此成功。那不好说。成功啊！那我小孩要叫林台大这样子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来跟台大的黄家老总谈的。好，没有。我们要增加国家的声量。那是我最近我会想取一个名字，叫做林科普。Thank you.